我看见一个女孩，她靠着一个房子。先画一房子。靠了房子里面有一头牛，把头伸出来了。之后她手提了一个桶子。手提一个桶。然后她还拿了一个娃娃。讲完了。有个头牛伸出来。哥，你确定你这画的是女孩子吗？就有人短发，你怎么头发也得长一点。就是女孩靠在这儿。然后紧接着她，啊，一个女孩靠着房子，靠一房，头看上去，啾啾，靠着门，啾啾，靠着门。你画欣姐干什么？蔡老师，你怎么知道我梳过这个发型？真想怪我。你确定这是个女孩吗？天哪，这个大头，扣的脚是这样的吧？这哪牛？这牛魔王吧？我现在无法判定是嘉哥的小女孩赢了，还是杨洋的牛赢了，彼此水平不相上下。可以 ，OK， 漂亮，很像很像，我们画完了。很像。好，用手机拍照传给他们。来了吗？总结了，一楼下面都是人物，小孩跟农居生活为主的。所以只要是农村人物的，我们就往一楼走。我是 AR 啊，你去。一个房子，一个姑娘，这是狗还是牛啊？狗吗？一个房子，一个小姑娘，一个牛，小姑娘，一个房子，一个小姑娘，一个牛。故山里的梦是吗？请再次出发。现在看得到吗？耀庆哥，你们这个答案不对。这很像啊，都有这个。这个有了。对。请再次出发。耶、yeah! ！好了，是不是？这个答案是错的，请继续再寻找。这里肯定不是，肯定是在楼下。画里面有个小孩，然后手上抓捏了个娃娃，我觉得是他想画抱着个娃娃，然后手上还提着个东西，他有房啊。回来呀、啊，信哥，回来呀、啊！快来！哎，快来！快集合！就看谁先来了，我跟你讲，回来了，有灵，回来了，快！东哥，快！商务人士一般是那种艺术类的，会是怎样的？买画，拍卖的那种啊？对，买画。东哥，快！看谁先来了，我跟你讲。信哥，回来呀！快，我们先到。我们先到，我们先到。恭喜小哥哥队！来一段。
们先来看一下嘉哥画的小朋友。我翻到我的作品啊。我承认，我认同。我看看圆，我看看作品是怎样的。哇，差不多嘛。我只能说，以我对嘉哥这么多年的了解，他尽力了。我真的尽力。好，来，前方的哥哥们和现场的哥哥们，决胜局来了。王彦霖，别画画啊！我看见一个女人是大人，她的旁边一个床里睡着一个小孩，然后那个床的边上还有一只猫也睡了。她在看一个纸，她的后面还有鞋子。说完了。画一个小孩，画一个小孩。对，要是一只猫，一只猫，一只猫。耳朵是尖的 ，Hello Kitty 那样的，对，好，对对对，特好。他在读信，他在读信，还有这鞋，还有这鞋，一双鞋，鞋，这鞋子，这边鞋，鞋子搁这儿，鞋在这儿，意思就行了，意思就行了，对对。这鞋不会画，很难画，这什么鞋呀、啊？这画两个枕头，这就像个床了。对，可以，两个圆可以。不错，发发发！太漂亮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这环节给我紧张的。到了，好像。好，来来来，集合集合，蒙你了蒙你了。东哥东哥，来啊，思妍，快快快快，什么？走了吗？我们到了。好，我们先收到大哥队的图片，大哥哥队 ，yes， 不正确，不正确，哈，走走走。一个床，一个小猫咪。这个你不能再跟我说不是了。它符合了三样东西，小孩脚底下两只节，一条像猫一样的东西，小猫咪啊，知道小猫咪，不能再跟我说不是了，我生气了，四爷发生了什么？我生气了，不能再跟我说不是了，咆哮二人组发了，哥哥队依然非常接近。前几个人已经不动了，前方已经不动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真的告诉你们，还好今天出来是我们俩，要今天出来是我哥，万一蔡国庆老师在上下楼的时候发生了意外，我已经转了两轮了，你放了我，呀，跑不了了，不跑了。好，我们决定了决赛一轮，报告。一轮结束，我要骑龙哥把他带得疯疯癫癫。一比一，我们战成平手，就这么定了。走，下一站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辛苦了。好，不要拦我。哎呦天哪，别玩了，快去吧，叫了，留点劲儿，留点劲儿。再点了，有点紧张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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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他们拍什么，我拍什么。去蒙一个，好吧，我蒙一个，今天。要赢了！哇哇哇哇哇！快快快，我们找到找到找到！弟弟队，恭喜！你终于出来了，在里边不好待吧？这么大点小岁数，说晋级就晋级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能看得到吧？前方。甚至印在海报上面。嗯、啊。就是海报上的那一张。啊，这里就有，第二张就是在这里。这样，第二在这里。跑什么跑啊跑？有毛病。
也就是说，刚才我们在那转的时候，答案就在我们头上，是吗？